妈妈，我怎么感觉我们后面有人跟着我们？小梧桐，你也感觉到了吗？等下妈妈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回头看好不好？妈妈，那你快数一二三吧。那我数了，准备，一二三。妈妈，没有人呀，可怎么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，像有人似的？小梧桐，你别说了，妈妈害怕，我们继续走吧。妈妈，我感觉背后的人又出现了。小梧桐，那我们再回头看一次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，这次换我数一二三。我数了，一二三，还是什么都没有呀。小梧桐，不管了，我们走吧。妈妈，我又感觉到了。小梧桐，妈妈告诉你，听别人说晚上出门回家的时候会有奇怪的人跟着你回家。妈妈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系统快出来，已打开加速模式。小梧桐，拉紧妈妈的手，我们跑快点。妈妈，我拉紧了，我们一定要甩掉后面奇怪的人。小梧桐，终于到家了。爸爸，我们回来了。